特别是这个杭州市出土那个绝碑啊，上面还有金彩，上面还有描金金彩啊，这个画的是干支雷，还有这个弯弯的月亮啊，弯月，这个新月就是啊，这个很精，那个金彩啊，还是很艳丽的，很艳丽的。那么蓝釉这个蓝釉描金绝碑啊，估计是当时一些官方的一些，它是祭祀用的，祭祀用的东西。那么1964年的时候，刚才我提到上面，我提到那个保定窖藏啊，曾经出土过3件这个精美的蓝釉描金瓷器啊，蓝釉描金瓷器。这个呢，我们故宫博物院有一件仪，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仪啊，就是蓝釉金彩仪。啊，是公主，现在那个在故宫博物院啊。另外，他出土的还有这种碗儿啊，蓝釉金彩的碗儿，还有蓝釉金彩的这个盘儿，现在呢都收藏在那个河北省博物馆啊，河北省博物馆。这是这个蓝釉，这个就河北省这个窖藏出土的啊，再加上就是蓝釉描金器，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东西啊，有仪，有盘碗儿啊，有这个绝碑啊，绝碑，其他的器物上还没怎么见。那么蓝釉白花瓷器有梅瓶，这个大家记一下，现在仿品非常多，蓝釉白花的有梅瓶啊，蓝釉白花有梅瓶，有这个砚盒、砚台盒啊，这个传世品有，出土有，另外还有罐子，蓝釉白花的啊，有罐子，还有仪，蓝釉白花仪有，还有盘子，还有盘子，就这么几种。大家一定要心里有数，它就这么几种东西，蓝釉白花的，哎，那么蓝釉白花的梅瓶呢，就3件，你就记住就完了。蓝釉白花梅瓶就3件，一件是在扬州博物馆，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件，啊，一会儿大家可以看一下幻灯，还有一件是在法国的集美美术馆，啊，也有写成集美，法国，巴黎。还有一件是在哪儿呢？在颐和园。颐和园这件东西啊，好多人不知道，他们也没怎么发表。我是前年我去了一趟颐和园，我想看看这点东西，因为那时候写那个书。后来去的时候，他们颐和园正在建地下库房，也没看成，但是库房封了，啊，封了。但是后来他们给了我一张光盘，我看了一下，确实很漂亮一件东西。梅瓶3件基本上都差不多啊，这个龙啊特点。跟元代青花瓷器上龙特点一样，白龙，蓝地儿衬托白龙，非常醒目啊，非常醒目。所以这是蓝釉这个白花梅瓶，你记住了，就3件啊，就3件，而且收藏地点我也跟你说了啊，这个不要再去上这种当啊，仿品非常多啊。另外就是蓝釉白龙纹的这种平底的很浅的盘子，高度只有1公分，浅盘儿。这个呢，故宫有一件，啊，故宫博物院有一件，另外就是说呢，日本的出光美术馆有一件，啊，还有日本的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有一件，还有这个英国伦敦大卫德基金会，啊，英国伦敦大卫德基金会有一件，就这几件东西，其他地方也没有，啊，也没有，所以说呢，这种盘子很浅的话，底下底很坦平的，很平这个底。啊，盘心呢有一个白龙，有一条白龙，就1公分高，这个盘子，哎，这是蓝釉白花的这种盘儿啊。那么再就是这个蓝釉白花，我刚才讲这个砚盒、砚台盒啊，是景德镇出土有碎片修起来的啊，传世品当中没有完整啊，没有完整。值得一提的就是英国的维多利亚皇家博物馆呢。收藏有一件元代的蓝釉白花的飞凤纹仪，啊，这个也是这么一件东西。蓝釉白花这个仪啊，上面有一个飞凤，哎，这个啊飞燕，我说错，飞燕纹仪啊，就是这么一件东西啊。这个咱们国内没有这种东西。啊，再就是蓝釉白花的这种盘子，花口盘，个儿比较大的，这个是在托普卡皮宫。土耳其的托普卡皮宫收藏有，它上面有飞凤、海马、灵芝，白色的花纹，哎，所以蓝釉白花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说兰、啊、尔百花玉壶春瓶没有见到，没有，仿品有，你要注意很多玉壶春瓶、没有啊，没有，全是没有。兰尔百花的罐子大罐，就跟青花那种大罐，仿品也很多，但是完整期没有。这个兰尔百花的大罐子呢，镇江那边有一个水井曾经出土过残片，大片的残片，肯定有这个品种，但是咱们说是传世出土的都没有完整，传世没有啊，出土的没有完整，都是残片。你要记住，就是兰尔白龙纹，它是也是云龙纹的啊，兰尔白花的这种云龙纹的罐子，就跟青花那种造型一样的大口罐，啊，完整性没有，完整性没有。这是兰柚，元代的兰柚瓷器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啊。这两年景德镇呢仿这个仿的很多很多，要注意要注意，经常有人上当啊。上面还有用白字写舒服的什么啊，这种我都见过很多啊，用个白泥啊再写舒服俩字，再坚固梅瓶啊，罐子的肩部啊，他给拿白泥写个舒服俩字，哎，兰柚白龙啊，没有。兰尔白花瓷器上没有加字的，记住了啊。再就是这个红釉，啊，高温铜红釉，高温铜红釉呢，这个也是原来景德镇的这种一个创烧啊，一个创烧。我刚才讲，我不细说了啊，它是氧化铜的着色，氧化铜的着色。那么它这种高温通红釉瓷器呢，现在啊有一些不同观点啊，就是说，特别是有一，咱们知道现在传世品当中有这么几件呢、啊，就是印花的云龙纹的盘子，它的盘的内壁啊是用模子印出来那个云龙纹，花纹很清晰的，它的内底上呢刻了三朵云纹，品字形排列的三个云纹云朵，而且它这个刻划的这种云朵也是很清晰的线条，细线条划出来的这种云朵。那么这一类东西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它不是元代的啊，认为它是洪武的啊，这个大家反正知道这回事儿啊。但是呢，我们故宫博物院呢还是把这类东西都是搁在元代，搁在元代。另外就是有高足碗，高足碗里边有印花的，磨印的也是磨印云龙纹的啊，磨印云龙纹的。另外还见有这个梨形的壶身的梨形的，像不大这种直壶，它外壁有刻花云龙纹，暗刻的。再就是人物俑，元代红釉瓷器也就这些造型，没有别的，绝对没有什么来一个元代红釉的梅瓶，没有，通体红釉的梅瓶没有，那它有啊，你通体红釉的玉壶春瓶也没有。有没有可能以后出土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啊，恐怕是，这种可能性我估计就是这乎其微，基本上不可能有。这个，你记住了啊，记住，这基本上就是这种造型。现在仿的，现在仿很多，很多，而且有的是因为红釉里边又加上青花，给你比如说这个一件梅瓶啊，通体红釉的，上面来一个青花，给你来一个一条桂鱼，画一条桂鱼在那儿。张着嘴很凶猛的，没有这种玩意儿，哎，然后给你写上内服两个字，就这种东西。这是这个元代的红釉瓷器啊，要注意啊，要注意，这个基本上就是这几种东西，这种东西。那么这种红釉瓷器啊，它的这个印花的那种啊，说花纹凸起的地方呢都露白啊，都是发白，所以说它这个纹饰呢显得很清晰，它印的花纹比较深啊。我刚才讲那种盘啊高足杯啊里边印花还是很清晰的，很清晰的。这个再就是要注意，有些高温原料的红釉有时候用于局部，就是我刚才讲保定出土那种楼雕的大盖罐啊，它那个花朵啊上面实际上涂的是红釉，那就是高温通红釉的局部使用啊，局部使用。这是这个元代的这个红釉瓷器啊。那么它的高足碗现在从出土跟传世情况看，有一种是足比较高的，有一种足比较矮的，两种啊，
高速管。刚才咱们家咱们看幻灯看的那个高速管，那实际上那是个红釉，它烧坏，它是足比较矮的，那是这个杭州窖藏出的啊，杭州窖藏出的。那么除了这种红釉以外呢，除了这些颜色这三种以外呢，元代还有一种叫这个孔雀绿，就是这个它的颜色呢很像孔雀羽毛上那种绿色啊，叫孔雀绿釉。这种东西呢，孔雀绿釉咱们知道最早见于应该是金代的北方的磁州窑系统啊，北方磁州窑系统。那么元代呢，景德镇窑呢，也烧这种孔雀绿釉啊，而且有的是孔雀绿釉青花，就是说呢，在元代的青花瓷器，它上面又加一层孔雀绿釉，有这种东西，哎。不是，也不是原代青花瓷器，它就是先用氧化钴啊画完纹饰以后呢，上面不是照这种高温透明釉，它上面照一层这个孔雀绿釉，有这个品种。印度尼西亚曾经出土过有这种孔雀绿釉，下边是青花氧化钴画的啊，这种青花的这种釉春瓶，画的是这种水禽纹啊，水禽纹釉春瓶，有这种莲池、莲花、水池，有这种东西啊，要注意。另外就是说呢，这个景德镇呢，这些年有八十年代有出土啊，就是这种孔雀绿釉的东西啊，有这种五爪龙的啊，也是孔雀绿釉，下边是青花的这种砚台盒啊，砚台盒，这就进一步证实啊，元代确实有这个孔雀绿釉这个品种啊，大家也就是要知道清楚，元代有孔雀绿釉这个品种啊。另外就是要注意，元代还有一种叫生，景德镇还烧到一种叫仿龙泉釉，这个很少啊。仿龙泉釉就是它瓷胎啊，是景德镇的瓷胎，很白的，但是它是个釉子是龙泉釉那种绿，那种粉青。这种东西呢，为什么元代景德镇窑会烧这种东西？主要是元代的时候啊，这个龙泉窑啊，可能将来李先生会给你们讲啊，龙泉窑在实际上它在元代它的销售势头啊，外销势头啊，相当强盛，超过景德镇窑。你看那个76年那个南朝鲜那个西安海底那个沉船啊，打捞这个10000多件这个瓷器。这个龙泉窑是占的是量最大的，啊，是量最大的，它的销售势头是非常强盛的。所以呢，你看景德镇窑，它都来仿烧龙泉釉，因为龙泉釉不是景德镇的特产嘛，它关键是当时景德镇这个龙泉窑的销售势头好，所以它也烧这种龙泉釉的东西啊，这个大家就知道有这么一种东西，这个。因为这种东西啊，当然是传世的并不是很多啊。因为这个1963年的时候，江西福州市啊，这个元代这个至正八年的墓葬曾经出土过这种仿龙泉釉。咱们的元代龙泉釉有一种大尊铁口的，凤尾尊一样，凤尾的这种铁口的，高度在60厘米左右。哎，元代景德镇窑就仿烧过这种东西。一会儿看幻灯，大家看这种元代龙泉窑的大尊啊，很大，故宫有不少这种东西，我们这柜子里边摆着啊，很多，就是这个，元代就是还有这种东西，景德镇你要记住哈。现在我再提两句这个地方窑，咱们就看一下幻灯就结束，好吧？一个是龙泉窑，我刚才其实讲上面我已经讲了一下，元代的龙泉窑瓷器啊，销售势头是相当旺盛的，它的产量是相当大，而且元代龙泉窑瓷器呢，造型呢是相当丰富这个啊。特别一些大型器特别多，厚重的大型器，这个我刚才讲有那种大的这种瓶子画，这种像凤尾一样撇口大瓶子啊，高度有的达到70公分，大瓶子，这个在元以前宋代龙泉窑根本就不见的这种东西啊，还有口径达到40到70公分这种口径的大盘子，这也是元代这个龙泉窑这还有特色的这种器，还有口径达到40公分的大碗，这有多大这碗，我刚才讲，在这个张家湾那个码头，这龙泉窑瓷器特别多，就元代龙泉窑的东西。那么元代龙泉窑瓷器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它这个时候元代龙泉窑瓷器经常是用一些这个器物里边经常用一些刻花装饰，刻花装饰，像大碗，它在底心啊，有些或者内壁也都有些刻花装饰。另外一个就是说呢，它的外底啊，刚才上午大家看标本，它有一个
中间有那么一小点有瘤印，其他地方瓜印，是吧？哎，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啊，也有个凸起啊，凸起。另外就是说呢，元代这个龙泉窑瓷器呢，除了这个刻花、印花以外啊，还有一些这个镂胎装饰，这个是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用露出这个胎色来，这个图案有图案的地方它没釉啊，比如说，或者是用这种磨印以后贴上去，它用这种胎泥啊，用模子印出来，比如说双鱼啊，或者是这种梅花朵啊，哎，给你或者是龙啊，或者是龙给你贴上去，然后这个贴上纹饰这个地方不失釉，就露出这种，它烧完又是成一种火石红色啊或者褐色的胎。啊，他采取这种装饰法，这是元代特有的龙泉窑啊。宋代龙泉窑没有这种装饰啊，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装饰啊。当然它是装饰器材的，这儿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什么这个龙泉窑刻花花的这种啊，印花的龙凤啊，什么莲花啊莲瓣啊，梅花啊，山水人物啊，都有啊，都有。还有花鸟、竹子、菊花啊，都有。另外还有龟呀、鹤。啊，也有龟鹤这类装饰题材，再就是上面有字的这种也有特色，什么金玉满堂啊，这个福啊、寿字啊都有。张家湾这边出土的好多都带这种字，啊，这个我上次看了有几个，确实是非常珍贵的，它里边有这个印花的这个内壁大碗，人物纹还有字，非常清晰啊，非常清晰。另外一个就是说呢，要记住元代龙泉窑瓷器有88纹。在一些器物的内底啊，或者有这88纹，88纹大家知道它是元代呢，官方使用的一种，就是忽必烈那时候让88创制的这么一种文字，当时是官方的文书，什么都用八十八字，大概通行了100年，元代灭亡以后也就不用了。但是要注意，88纹瓷器啊，并不是带88文字的都是元代的啊，就是前两年就闹过一次，这个现在还在这个有些那个还有一些这个人啊在这个坚持，就是哎呀碎了已经，就是说这个正德时候有些官窑瓷器、青花瓷器啊，他用88文写款，但是呢有一些人呢就把这个东西说成是元代的，这个大家也清楚，它不是元代的啊，这就是犯了一个什么毛病啊，鉴定瓷器啊。不能光看一个方面，哎，那我今天呢？我现在就在我写我做一件瓷器，我底下也写上88文，你说它是元代的，对不对啊？不能这样，哎，你还要看它的造型纹饰是不是那个风格呀？这件东西，这种正德时候烧到了这种官窑的青花瓷器，它的纹饰、它的胎釉、它的这个工艺特征，都是正德瓷器的特征啊，哎，只不过写个88字款儿，哎。所以说你不能说那是元代啊，元代虽然这个88文呢是元代创烧的啊、创制的啊，88文，但是不能说带88文的都是元代的，你要不要忽略了仿古瓷这个东西啊，瓷器仿古有这么一个品种啊，所以说呢这个元代青花瓷器、元代这个龙泉窑瓷器有这种东西，大家要注意啊。下面我再提一下，就是所谓这个元代的这个磁州窑。这是龙泉窑是吧？也龙泉窑，不是龙泉窑。是六窑。啊？龙泉窑两窑。啊，龙泉窑。然后第七个，我就是说一下这个元代的磁州窑。那么元代的磁州窑啊，实际上它这个时候啊，磁州窑并没有完全衰落下来，而且它的产量是相当大的。那么磁州窑大家知道，它是在河北这个磁县，它实际上它有两个中心。磁州窑啊，在宋金的时候，它的中心呢是在这个磁县的官台，这个地方啊，官台镇。实际上到了元代呢，磁州窑的烧造中心不在官台，是在邯郸的彭城。邯郸的彭城，
他重新移到这儿来了，到了元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1999年的时候啊，河北省文物考古部门啊，曾经对这个彭城这个窑啊进行了一个科学发掘。当时呢，大概发掘了220平方米，出土的瓷片标本达到了30万片。这次发掘非常重要啊，为这个研究磁州窑啊，这个烧造历史啊，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我刚才讲的这个，磁州窑呢，到了元代呢，它是中心呢是从棺材那边呢移到了彭城这边来，啊，移到彭城这边来。那么以前呢，比如说对于这种大量的，比如说书写这种文字的这种磁州窑瓷器，比如说这个仁和馆，大家都知道是吧？这个有些四细瓶啊，上面写仁和馆。这类的东西，仁和馆啊，不知道是到底是在哪烧的啊，知道它是磁州窑，比如说你也不知道具体位置，现在知道了。像这一类的啊，大家记住了，凡是带馆字的这一类的磁州窑的瓷器，都是应该是在这个彭城这儿烧的啊。那么这种带馆字的有多少呢？现在非常多，通过出土跟传世的情况来看呢，有除了这个仁和馆以外，还有八仙馆，就八仙过海的八仙，同乐馆啊，共同快乐啊，同乐馆，还有这个元贞馆，元代的元，贞操的贞啊，贞操的贞，元贞馆，什么这个武阳馆，武术的武啊，太阳的阳，武阳馆，还有这种嘉禾馆，就是嘉奖，嘉奖的嘉啊，和就是这个和平的和，嘉禾馆，这一类的就是非常多，这种东西都是元代的。啊，都是元代的，而且都应该是这个彭城这儿烧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些什么这个状元楼啊、八仙楼这类的大罐子啊，什么写这类字的也很多啊。风花雪月、清净道德啊这类的，春夏秋冬啊，还有上面有些这个四细瓶上面斜着写这个88文也有，磁州窑也有88文，要注意啊。等等啊，还有一些这个元曲。啊，就是有这个写这种词牌的啊，什么山坡里羊啊这一类的，很长的文字，这种都是应该是彭城这边烧的啊。还有一些这个酒罐子啊，或者酒瓶子，上面写什么酒名啊，什么秋露白，什么梨花白这类的，都是应该是元代的这种东西啊。这个大家这个知道就好。那么。在北京呢这边南城啊，经常出土元代磁州窑的东西啊，元代磁州窑的东西，北城这边很少，南城那边经常多出土一些啊元代磁州窑的东西。那么棺材窑，我刚才讲棺材窑是在元代趋于衰落啊，那么到了这个元代呢，是这个彭城窑呢兴盛起来了。我刚才上午拿像这类罐子都应该是彭城这类，带这种有画云龙的、画飞凤的、画这个还有画这个鹰戏的，这种很多了啊，还有画这个缠枝牡丹的啊，很多。这是元代磁州窑，特点就是器物比较高大，工艺上不是很讲究啊，工艺上它是比较粗糙的元代磁州窑。尤其是这些罐子里边呢，还有罐子的外底，它处理并不是很精细啊，并不是很精细，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从工艺上啊，都有化妆图啊，都有化妆图，它这个右下都有白色的化妆图啊，这种东西。这个这是元代这个磁州窑的情况啊。在鉴定的方面，大家主要就抓它的一些工艺特点，最后一个就是我稍微提一句，这个元代的钧窑，元代的钧窑瓷器啊，已经基本上不见宋代钧窑瓷器当中那种花盆啊、花盆托这一类的，就是宋代官钧窑瓷器这种，还有初级尊这种，初级尊啊，这种东西到了。基本上不见了啊，这种有初级的初金的这种啊，
这经常不见了。一般呢，元代的这个钧窑瓷器都是一些盘呐 这种碗非常多啊，盘碗罐子直壶，啊，还有枕头，也有煤瓶啊，煤瓶，再说高足杯、三足炉、香炉特别多，元代钧窑的啊这类的东西，啊，宋代钧窑官钧窑瓷器上那种玫瑰紫、海棠红这种东西也不见了，基本上不见了啊。那么就主要是一种天蓝釉，或者是月白釉，或者是在这种天蓝釉瓷器上加红斑啊，加紫红斑，啊，这类的都是这类的。这个元代钧窑大家要注意，就是它是一个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窑系。这个钧窑的，咱们经常说有瓷器有八大窑系啊，六大窑系啊。这个窑系的概念啊，大家知道，它有时候不是就是说宋代啊，实际上这个你想钧窑这个窑系的形成，应该是在元代，啊，也就是到了元代才形成了钧窑的窑系啊，就是也就是说，除了河南禹县这个地方烧以外，那么它呢又影响到这个其他的一些地方啊，比如说河南的鹤壁啊、安阳、新安啊、临汝、夹县、宝丰啊、宝丰，就烧汝窑那啊，宝丰，内乡。河南就影响了这么多，除了禹县以外，那么河北呢，像这个磁县，这个山西的浑源、山西的介休都烧这一类的东西啊，都烧这一类，就是钧窑系，所以我们它是形成一个庞大的窑系啊。那么元代钧窑瓷器的特点也是胎子比较厚重啊，胎子比较厚重，而且呢这个釉面啊经常有这种棕眼儿，大家可能自己我不知道没仔细看啊，可能经常有这种棕眼儿，棕眼儿，就什么叫棕眼儿，就像咱们说那个猪皮啊，把那个毛猪毛拔下来以后，就是形成那种眼儿啊，就是那种特点，就是叫棕眼儿啊，棕眼儿就是像那种猪毛孔一样的这种东西叫棕眼儿，啊，而且呢釉内气泡呢比较明显啊，就是元代的钧窑瓷器，湿釉一般的不到底，要注意它这个元代钧窑瓷器啊湿釉一般不到底啊，所以到了底部这个地方它就是没有釉了，露胎啊，露胎，也是盘碗一类呢，有这种鸡心状凸起啊，大家上网都看到了啊，有这种鸡状的凸起，啊，另外呢，就是元代钧窑瓷器大件器物是它的特色啊，刚才我说有些连座器罐子啊，啊，连座的罐子啊，啊，还有香炉啊，大的香炉啊，啊，这是它的这个特点啊，特点，有的这个你像内蒙古呼和浩特出土过一个元代钧窑的一个大香炉啊。就高度达到42.7厘米，是比较大的，比较大的。另外就是要注意，就是说这种元代钧窑瓷器，现在仿品非常多，啊，尤其是盘碗这一类的。这种东西呢，不光现在仿，在清代光绪时候呢也仿过，仿得很像就是光绪时候，那么这些年呢也仿品很多，大家要主要要从它的一些工艺特点上来鉴定，有时候釉子很像的，釉子很像的。那么至于这个蚯蚓斗泥纹的问题呢，大家要注意，不是有蚯蚓斗泥纹就跟没有蚯蚓斗泥纹就是仿，不是这样的啊。现在仿品也能有蚯蚓斗泥纹，这个蚯蚓斗泥纹不要太神秘啊，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烧的过程当中偶然出现的东西，它又不是人为在烧出来的，啊，就是说有时候它为什么会出现蚯蚓斗泥纹啊？现在研究基本上说它是因为当时啊这个胎上釉之前的胎子干燥的时候它产生裂纹。那么烧到的时候，这个釉子去填充裂纹，就形成了这种像蚯蚓在泥地上爬过的这种痕迹，啊，这个上面也有一些蚯蚓斗泥纹，也不是说官钧窑瓷器有这种民用的没有，都有，啊，蚯蚓斗泥纹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还是要从整个的时代特点上面来看它，啊，他们现在仿这种东西，往往是几图做的太规矩，明白这意思吧？太规矩了，太细精细了，太精细了，这个。另外就是说从釉子来说呢，有时候刚才我讲它这个釉子啊，它这种气泡啊，这种棕眼有时候它做不大出来啊，主要有从这些方面来鉴定，从这些方面来鉴定，这个特别是这个底足啊，它很难做的这种现象啊，你看这种旋螺旋状的旋皮痕，再加上这种鸡心状的凸起啊，它有时候做出来也不自然啊，
所以说整个这个元代瓷器，我想介绍给大家就是先这么多，然后呢，咱们再把下面再看一看幻灯，好吗？李教授，哪台的吧？另外一件没有。哦，基本上啊，很少全蓝啊，基本上都有加描金呐、啊，加这个白花的。还有那个先生有什么问题？就元钧窑有没有带款的？有啊，内蒙古呼和浩特出土过一件。什么有点小宋制造香炉一个，在那个它那个香炉上面刻的，在上面。香炉的这个地方，它在上面上部留出一么一块方的东西，上面刻的，没釉这个地方刻的。对，我收了一个茶壶，这个茶壶就是梨形的茶壶，就有这么一件，这个就这个瓶，就是这个瓶子啊，一样一样，这个瓶子这个底部，就底部这么一点点，这么一截。所以底下还就有这个款儿，花盆人家的。哎，这个东西你说是巧不巧？它的标本我都看了，字体一样一样。我就看您这个残片，我想起那个挂来了。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你说它是到底怎么回事？那你说冯先生说它是民国时候这个仿的，说是日本那件。那为什么窑址出这个？那么难道就巧到这样？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是民国那件东西啊？日本那件就是民国时候仿的，而且就在这个地点仿的呢？就在邯郸这儿仿的呢？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也不能排除这种。说明这日本人埋的地雷。反正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啊，冯先生是很肯定的把他这个，而且李先生，你不信，咱以后你问李先生，李先生也认为这东西是有问题的。啊，李先生也说那东西是有问题的。冯先生文章当中都写了。对，看过。所以这个东西是只值得再研究啊。其实出关键呈现出来啊，是这个这种东西。就是他有这类东西才知道。后来就在铁链这个窑址啊，找到跟这个一样的平传出的一样的东西，比如说有个古钉洗，三足的古钉洗啊，也是类似于这种釉色啊，就是带着花釉那种啊。后来知道有一个铁链窑。对，到元代这个定窑没有，是因为是看资料说是没有瓷土，有一个瓷土。那现在仿定窑的瓷土和原来那瓷土是两回事了。用的还是当地的土啊，它也没有了，不能说一点都没了。那个老土和新土能看出来。老土的云头是金彩窑的，金彩。它的金彩和那定窑的那描金碗的工艺一样。应该是啊，就是这种。它青彩是右上右下右下右上右上右上，肯定是右上。那青彩苗子还烧吗？啊，大蒜汁嘛，大蒜汁在。是要烧啊，要烧。苗子青彩完了再烧。对，这是出土，就是。这是河北教堂，刚才说了，64年的河北保定教堂出土。庙里面的教堂，你看它这个气孔，不是庙里面，气孔还是满气。它是那个，就是这个保定有一个叫永华路，是什么路？那大街上啊。那这件就是这个蓝釉的，这个它有描金的这件东西啊，在里边绝杯啊，这就是元代蓝釉的绝杯，跟永乐那件很像。哎，它是仿青铜器。这个就是扬州那件蓝釉白龙杯柄，非常漂亮一件东西。你看这个造这个梅瓶呢，就是典型的元代梅瓶造型特点。行，一共就三件这个。张口吐舌是吧？细薄。鹿角。他这你看这件，新法。他加个内服，看了吧？再看前面的。前面它几爪三爪，对，这是三爪爪，这个比较流畅一些。所以那个仿品的这个就是造型上面也有应对。这一眼就是景德镇出土的蓝釉白龙的这种罐子，这个是什么？它修的，这是玻璃摆吧？这个不是玻璃摆，那是石膏。石膏不是，就是它龙纹好像是玻璃摆，不是，也是白龙，这个照的。烧的是露胎吧？不是露胎，肯定不是露胎，肯定上了白釉了。对，有漏釉。哦，这可能舒服。这个完整器全是没有，这是出土，景德镇出土的。你看这个就是属于这种没有这种玩意儿啊。
玉壶春瓶啊，来点白龙玉壶春瓶，哪有这种东西？他也加了内服，哎，这都是属于新东西。这个这龙啊也不行，做。你看这个，啊，还内服功用，来点还有釉里红，哪有这种东西啊？好，你看这个，也是舒服功用。之前狼妖飞嘛，内蒙古，你看这出音多好。不知道，那我没看见实物。就这种，这也是大元国，你看这种东西。这书上写的不是内蒙古博物馆吗？啊，也有这种啊，那肯定有问题的。你看这个，还来三个管上面。好，下边，这就是这个太喜那个盘子。我刚才讲，一共有三件啊，这是故宫那一件。这个字啊，字可能看不太清。用过的吗？他用过，用过，他磨了，磨了啊。这个看到底吗？嗯。这个三个字。这字啊，这字不是很清楚。说，你啥时候带上去看看真东西？嗯，好，这个在陶瓷馆陈列的。啊，在陶瓷馆陈列的。好。啊，这是这个舒服釉的碗，你看它足很小是吧？啊，对，那里边有印花。你看这个字，应该这个字应该能看到吧？这个，哎，好好好好，这舒字在这儿，看到吧？啊，舒服，看舒服，舒服对称，在这儿福字在这儿。这就是元代的青白釉，青白釉刻花的。龙这是青白釉。那这个就是孔雀绿釉，这是景德镇出土，这是砚台盒。蓝色，干什么？啊，这个颜色不是照的不是很准，不是。当然有时候这个孔雀绿啊，跟孔雀蓝啊。两个很难那个什么的啊，发蓝一点叫孔雀蓝，发绿一点叫孔雀绿。好，过了。这个照的有点走色。没了。走，还有过啊，还有，这就是这个元代龙泉窑，刚才讲这是镂胎装饰。哦，啊，镂胎，它也是八棱梅饼，明早期。这个不是，这你看这种八卦就是元代实际上点那个特别像那个红谷。对，这个口啊，就是有点它跟那个元青花那口不太一样啊。对，但这是元代的，没问题的。八卦纹也是元代实际上常用的。那菊纹也像，就是露胎。八仙人物，你看这就是露胎装饰这种。这个胎，对，这个胎，这是龙泉露胎的。对，是真的。这是真的。这就是我说那种大的高度啊，达到70公分的那种大的啊。景德镇窑就仿过，原来是仿过这种，这是龙泉的啊。它这个花纹都凸起，下边很细长的这种菊瓣纹，哎，然后这个地方有这种玄武螺旋状的玄武。刘老师，这是印花呀？这个是属于浮雕，这种雕刻，它不能印，这不是印的，就是说它属于剃地儿了，剃地儿，然后把这个花纹凸起了。这种就是叫非青瓷，就是我刚才上午提到龙泉窑加贺班的，这件事在日本定为国宝，被日本定为国宝。中国有吗？咱们跟这个一样的好像没有，没有这么好啊，也没有这么好的，这件是很漂亮一件东西。日本叫非青啊，非青，这可以清楚一点。这件呢是元代的钧窑的管儿啊，我刚才讲元钧窑，你看它就是吃釉不到底，对吧？调一下，可以调一下。哎，你别笑啊，还得调钉子。越调越松啊！啊，再过来。好，可以了。你看它这个足啊都露着，是吧？对，都露着。好，看看它的底。哇！你看底下啊。底下它有一个用墨画的一个像是梅花朵一样的，你看它这个底是不是不是很规矩的？啊，这个胎子也是不是很干净，是吧？对，不是很干净。
看这件呢，就是光绪时候放屁。对，光绪时候放屁，它这个釉子颜色也不像，底足呢也是它没有那种粗糙的那种感觉，它刷了一层那种浆儿啊，你看看它的底，你看它这个足啊，是吧？它没有，它这个颗粒也比较细，它刷了一层东西。这是光绪仿的。光绪的，这个东西光绪时候仿了一批，就是特点都一样。再看看它，这件也是钧窑，你看，这件也是，这是元钧窑的牌儿，跟刚才那碗特点都一样。这个可以调清楚一次，也是湿釉不到底。再调，再来点，还可以再反方向。再来点，哎，石板前有一个凸起吧？你看它这个胎子，它就不是那么干净，比较粗糙。光绪仿的没有这种粗糙。啊？光绪没有这个了。这就是光，这一件也是光绪，他仿了牌儿。这个价值高不高？这个高。这个东西现在没有什么参考，没有拍卖。没有拍卖。这个多，你看它这个图跟刚才那个碗一样，都是这种。这件就是磁州窑的，你看，我刚才上午说嘛，这种四系扁壶，磁州窑有，龙泉窑有，景德镇窑有，青花也有，是吧？有李红也有，这是磁州窑。云凤。啊，没了吧？没了，今天就到这儿吧。